Asia Music Stage MTV 最强音演唱会。Hello， 嗨，大家好。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主持人廖允杰。Hello， 大家好，我是 Apple。嗨，大家好，我是西西。没有错，我们最强音演唱会呢来到了第三站啦。没错，那今天的主题大家知道是什么吗？知道吗？知道吗？没错，就是最强新势力。当然，最强新势力有我们的骚灵女王艾怡良，还有我们的金曲新人柯智堂。Yeah！当然啦，还有我们的 R&B 转音歌手叶秉桓，还有啦 Rocker 杨奇煜，还有最近没日没夜的演练，然后这个校园的小天王，他今天可是唱压轴吴思贤。好，在欢迎所有的歌手出来之前，我们要来做一件事情。什么事？就是自拍。有这个环节？有，你们跟我一起下来，因为呢，我们想要让所有的人都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镜头，所以我们准备了一个360度的镜头，好不好？哇，这是360度。所以所有的人举起你们的双手，然后把你们的灯牌都入镜哦，打开，打开哦。360度都会入镜。来喽，来喽，三、二、一。再来再来，手都举起来，好，很好。但拍完之后呢？对，拍照干嘛？为什么拍照？不想告诉大家，因为这是一个小秘密。这么任性？没错。对，其实呢，这是今晚的一个小惊喜啦。当然啦，到最后呢，我们就会公布答案啦。是。嗯，对，那在正式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就是今天呢来听我们的这个最强音的演唱会呢，主要是因为不止在现场你可以跟我们一起观看，然后你同时在电视的网络还有三立新闻网都可以直播收看哦。是，还有一个非常好玩的活动，就是在现场大家都有手机吧，把你的手机拿起来，有吧，自拍目前你现在的照片或是最强音演唱会任何一个角落，放上你的个人 Facebook，然后 hashtag 最强音就有机会。我想今天不只是可以拿到签名海报，我们觉得那个太，你知道，还好，对，还好，有一些新的东西要送给大家。今天如果是演唱的歌手抽到你的话，你就有机会上来跟他一起拍立得哦，直接上台拍拍立得，没错，好不好？所以你们现在把你们的手机拿起来拍照了，好吧？拍我，快点，拍我，拍我，拍你。不准拍他们两个，有没有？当然啦，还有一些感谢单位跟合作单位要特别介绍一下，非常感谢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的大力推广，让我们有今天的演唱会可以举办，谢谢，谢谢你们。好，接下来拿出你们的尖叫声了。哦，第一位，第一位，我们要来邀请我们这位声音非常非常的性感，略略带为沙哑的声音。我跟你讲，从他今年发新专辑的第一首歌出来的时候，我就非常期待他的现场表演，因为他的第一波主打歌，我只能说毫无赘字，真的，每一首歌每一首词呢，都是他呕心沥血的一个制作。那我们现在欢迎谁出来呢？我们的骚灵女王艾怡良。时而退缩，谁丢出这个复杂解的习题，只留你囤积许多错误，尝试睡去，习惯跟着表格前进，忘了翻页的空白也是片天地，有时糊涂也是种幸福，陈述得到总和，对我来说仍然没
找出证据，谁爱着谁，出版产品。我们被告知错误始终已经尽量删去。小书店旁厮杀无辱的友谊，我们努力简化成各自模样而去。话说回来，我的苦衷最大的弱点一直是算术问题，无论我怎么借弯曲直找不回。过往我停止剪掉自己，字里行间沉寂念好多风趣，从来没人能完美阐述得到总和，对我来说仍然秘密，也不妄想能找出证据，谁爱着谁出版产品。我们被告知错误始终已经尽量删去。你的过往我停止剪掉自己，字里行间沉寂念好多风趣，从来没人能完美阐述得到总和，对我来说仍然迷离，也不妄想能找出证据，谁爱着谁出版产品。我们被告知错误始终已经你先睡去，只有我醒着。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勇敢。我们摸不到的未来，有他细心的掌管，没有天空怎么画上那片蓝，归零以后才懂得爱，关于将来怎么安排也不难，慢慢来会习惯。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碍，那我在意你的爱之外，感情里总有个人会落单，痛着痛着就习惯。我爱过错过，这寂寞无害，会有一天我还能笑开，一路上要绕过了几个弯，才能来到最美那一段。失去我最爱的男孩，
着细心的掌管。比如天空怎么画上大片蓝，比如以后才懂得爱，比如将来怎么安排也不难，慢慢来会习惯。心里总有个人会落单，痛着痛着就习惯。我爱过错过这寂寞无害，会有一天我还能笑看，一路上要绕过了几个弯，才能来到最美那一段。让我轻轻的温柔的被淘汰，然后优雅的固执的再重来，有什么好悲哀，自由自在。谁又轻柔的疯狂的被疼爱，就算伤不得也懂得不再管，至少故意伤害痛快。我爱过错过这天生无爱，无奈我在意你的爱之外，感情里总有个人会落单，痛着痛着就习惯。我爱过错过这寂寞无害，会有一天我还能笑看，一路上要绕过了几个弯，才能来到最美那一段。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勇敢。谢谢大家，知道这位朋友你们好，谢谢你们。一开始没有讲话呢，是想以歌会友，先让大家听歌，我们再来聊天，好不好啊？好。其实呢真的很开心，因为出专辑有一段时间了，到现在大概有一个月这么久了，然后对专辑里面的很多首歌到现在都好像还是第一次看到他一样，那么的激动，那么的热爱他们，所以今天想带来一些自己的歌跟大家分享。刚才大家听到的歌曲呢，是我的新专辑说爱一亮当中的我们的总和以及寂寞无害这两首歌，他们是新生儿，但是我也有一些长得比较大了的孩子，这样。来自我的第一张专辑，以及第二张专辑的歌曲，对，都有。然后我接下来想要把以前的作品再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次，让你们听听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我自己觉得，可能经过了一些时间，我们看歌词的感觉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今天有一番不同的诠释。这一首歌我要送给你们的是，我不知道爱是什么。现场有荧光棒的耶，请借我，谢谢。看起来好漂亮。
开口跟你说话的时机与他不同，我用的词汇艰涩与他不同。想粉饰生活，却走了样。虽然你在我身旁，你换去了那，我只是这场空洞，你给我答案，说爱不爱你的躯壳，比我选择。全部一定要有第三者，别说了，保留一点快乐，让日后想起来不会那么冰冷。就别说出情绪都在，而不安等待也都在，再也无法催眠自己不清楚，就别说出
在乎，这份寂寞又在为谁倒数，而我们的回忆都在，而温暖拥抱也都在，凝结在我的这爱的每一步。请不要说出说出，记住亲吻的浓度，或许心到就会有人在乎，而矛盾的情绪都在，而不安等待也都在，再也无法催眠自己不清楚，就别说出。谢谢嘴强硬。我要左右的环顾一下大家，因为刚才等你答案之后，其实我就只剩下前三排的人的脸还可以依稀看得到了。嗨，右边，嗨，看到我姐了。哎，中间你们好。你们这样子的体力可能没有办法应付接下来这首歌哎。对，我接下来很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对，它是今天里面拍子最强烈的，演唱的也最激烈的一首歌。左边你们好。哦，左边今天吃比较多哦。等一下记得补上。这一首歌希望大家可以把你的荧光棒借我，也把你们的呐喊借我，对，你们想唱就跟着唱，想叫也跟着叫出来，因为它是一首释放的歌曲。逃生计划，这个逃生计划，我带你走，我带你走，选择想念我，选择相信我，我从什么时候多了陌生人陪伴我，我们什么时候拒绝再沦为谎言的俘手，每个环节都松动，找不到，找个他。
我不再童话我，我从什么时候多了一点莫名的重？我们什么时候拒绝再披上动物的面孔？每个纽扣都松动。装着逃生计划，我带你走，我带你走。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找不到，找个逃生计划，我带你走，我带你走，这一刻这一世头 no。 妈妈我哭泣的时候，找个可爱安静的天空，梦到有想逃走的时候，像个传说在我怀中有始有终。找个逃生计划，我带你走，我带你走。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我找不到。找个逃生计划，我带你走，我带你走。尖叫声给艾怡良。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哇，实在是太好听了。真的，你知道刚全程你第一首歌开始，我就在后面听到你唱完这首歌，真的、啊、太好听了。我小歌迷，真的，真假的，你在观众席啊？对，我在那边就听你唱，然后这首歌唱完之后，你就带我走吧，好不好？可以啊，一起来，一起来。去哪里？你们两个 OK？ 吃热炒啦！我没有，我们刚也很认真在听他唱歌。有。我们在里面看猫，害我都变骚了，卡妈，因为毕竟他是你本来就很骚啊。好好聊天，好来继续。好啦，我们是不是也要拍照？对，我们其实今天有一个，因为我刚刚有跟大家提到了要那个上传照片。对，没错。现在我们那个就有机会可以跟我们的艾怡良来拍拍立得，好不好？对，那我们先往后面看一下，请艾怡良帮我们选出一位幸运的粉丝。LED 的部分来。来喽，直接选出来就可以上台跟我们的艾怡良拍拍立得。真要逼死我了，我有选择障碍。我有选择障碍。怎么办啊？选出一位，不然我们那一张好不好？哎、欸，停一下，停一下，等一下，你要去哪？你要去哪？有你耶！喂，等一下，哪一个？哪一个？还是你想？你想要哪一张？你们的照片都在上面，都传了吗？对，有吗？有上传？你要这张吗？继续帮我滑动可以吗？谢谢。可以继续往下滑。我想要选出其中一张照片就可以了。对，选出其中一张照片，然后念出他的账号，他就可以上台跟你拍拍立得。好难哦！是不是有点困难？好难。好来了，他会一直滑动，你说停，他们就停哦。好，停，继续滑，停。你要哪一张？我要粉红色点点那一张。粉红色点点，粉红色点点这一张。L U U U， 你在哪里？16分钟之前才上传的，谁在哪里？谁在哪里？他在那边。那来，恭喜你，欢迎你。来，现在立刻马上跑上台。来，直接上台跟我们的艾良拍立得哦。Go, 好幸运哦！那没选到的也没有关系，我们待会还会有这种游戏，有这个机会还可以继续上台哦。没错，所以现在呢，你们就赶快拍照上传了，好不好？快点！在他上来之前，我们先问一下艾怡良好了好。今天选这五首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要准备给我们最强演唱会的观众呢？首先是一定要分享新歌里新歌，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从我以前的第一张、第二张专辑之中各挑了一首，对我自己个人很喜欢的。OK，、哎、恭喜！所以其实今天有一种虽然才发三张专辑，但是已经要回顾了的意思。必须要回顾啊，因为等这张专辑真的等了很久了。谢谢。对，那既然已经观众朋友先上来，我们先拍照吧。对，我们先来这边，帮我后退两步可以吗？帮我们面向我们的工作人员，看一下工作人员来了，三。二一，耶！恭喜你，恭喜，谢谢。那这边请，恭喜这位幸运的粉丝。其实这个环节应该艾怡良很少接触到，对不对？你说拍
就是跟观众上来拍照啊，这些互动互动的东西还是会有啦，还是会有，但是这么可爱的框就很少用。而且我刚才简直是被粉红色点点给打动，说就是那个粉红色的东西，先不管是什么，然后就先选它。所以你喜欢粉红色？我好喜欢，对。你喜欢粉红色，可是你今天为什么衣服没有有那个粉红色的元素的？你也没有啊？不是，有啊，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干嘛？有，它穿在里面，是心，是心，所以其实是心，是 heart， 是 heart。拿出你的心来，我看一下，就这样。在哪里？所以拿出来我看一下，硬要逼他拿出来的。因为我的心很小，我很小心。不要看艾怡良这样子，外表很性感，其实是一个少女心来着。对呀，对，很可爱。所以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骚灵女王莅临我们的现场啦，非常感谢艾怡良带精彩的表演，谢谢，谢谢，谢谢。再给一个最大的掌声给艾怡良，谢谢。OK。接下来这一位，刚刚是艾怡良吗？接下来这一位，在请他出来之前，怎么样？我本人也是很会，你要用特别的方式欢迎他。对，你要唱王心凌了吗？不是，因为他呢很会转音嘛，对不对？所以我本身也是很会叽叽喳喳叫，类似就叫。这个没有在转音啊。那你转，你转，一二三 ，Go。你的突然 cue 我，你这是卡词。但是我想，那个叶秉桓的粉丝已经来到了现场，对不对？所以叶秉桓的粉丝都知道，因为叶秉桓就是有一个外号叫“转音小王子”，他非常会转音。对，所以我刚刚要转到音吗？没有吧？好啊，好啊，头等下都给扭下来。跟你说，他们听叶秉桓唱歌比你听现在现场这样几十秒还久哎，所以他们分辨出来那个转音的功力在哪里。真的，所以还是不要听你的，你知道，我们待会就要听他真正的转音是什么，好不好？对，这种就不要来瞎闹。好，那现在呢，因为呢等一下我们就要邀请我们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实力的一个小王子。夏小溪，你有没有发现自从我们上次访问过他之后，今天他都没有变耶，他还是就是很客气然后很害羞的感觉。对，因为刚刚我们在记者会的时候，他还是一个人，就是真的是很腼腆的站在旁边，但是他只要一表演就变成另外一个人。对，就是讲话的部分的时候，我还是觉得会有一种就是候选人来参加这个你知道真的请大家投我一票很可爱的一个感觉。所以大家待会就期待一下在舞台上的他会是比较狂野一点的。那我们现在没错，现在就要准备好了吗？好了，那我们就要用力的来欢迎我们的转音小王子叶秉桓。欢迎，欢迎。Hello， 现场的朋友们，尖叫声在哪里啊？So deep in your eyes, I touch on you one more at a time. When you leave, I'm begging you not to go. Call your name two or three times in a row. Such a funny thing for me to try not to explain. How feeling and my pride is the one of them. Cause I know I don't understand just how you love you do, I know I'm not scared. Got me looking so crazy right now. Your love got me looking so crazy right now.
got me looking so crazy right now. Whoa.So crazy right now, your touch got me looking so crazy right now. Oh, nana. Ooh. I love you too. 谢谢。平生谢谢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是我新专辑里面的歌，叫做爱一个人。要用什么态度，要用什么礼物，要用什么温度才能走出这莫名其妙的浓雾，是否应该认输，是否应该结束，我想我应该别再哭，谁来呵护我一直在等候着那一天能够分离的狂奔，我一直在期待着，有一天我也能满分的爱一个人，我拼凑学不会去爱一个人，我呼吸记忆中从来不曾诚恳的爱一个人，我沉默很困惑，去懂一个人，这故事在夜空中轻描淡写的铺陈。想要的归属，这应该不算太贪心吧。风有它的地图，叶子跟着跳舞，秋天来得好仓促，不知不觉这世界只剩下我。沉默很困惑，去懂一个人，这故事在夜空中轻描淡写的铺陈。我知道有一个人也和我一样在等，他能了解我生命中的苦涩，我要保持天，我也能够满分的爱一个人。
谢谢，谢谢你们，哇哇，好多人，大家好，我是叶秉桓，我很开心今天可以站在这里，然后跟很多很优秀的歌手一起带给大家好听的音乐，还有我们的作品。那真的看到很多人好兴奋，然后今天的开场是我的一个大突破，因为我很少跳舞，然后希望你们不会觉得很好笑。然后接下来呢，我想要对哦，有直播对不对？直播的朋友在哪里？要看哪一台啊？这边吗 ？Hello， 在网络上还有电视机前面收看直播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好。然后希望你们都会喜欢今天的表演。接下来呢，我要来唱一首我专辑里面的歌，刚刚唱的Crazy in Love 后面接的想太多，也是自己的作品。那爱一个人也是。然后接下来呢，有一首很好听的歌是台上我们的吉他手老师肯顿老师帮我编曲的歌，它叫做《在 Midnight 出走》。谢谢。谢谢今天来现场看我的朋友。不停地想，不停地讲，不停地转动时钟，倒着挂上了电话。Oh, midnight 街灯像太阳，多少人还没有回家。不停地烦，不停地吵，不停地按着重播键放不下的重量。Oh, midnight 脑袋像火。来自那个方向，失败大不了从头再来，别害怕明天的到来，我自己选择的那个未来，再苦也要坚持下来。你给台上的老师掌声加尖叫好不好？颠覆世界的想法生了变化。 Oh, midnight 美得太浮夸，伫立在梦境的交叉。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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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地困，不停地绑，不停地沉在思绪，快碰擦错了步伐。 Oh, midnight 说着玩笑话，等候着晨曦的微光。推开门就这样出走吧，到那遥远的地方尽情放纵，跟着风向前走，就这样出走吧。看那蓝色的海湾，白色沙滩，忘了来自哪个方向，失败大不了从头再来。
谢谢你们的掌声跟尖叫，接下来谢谢。我闭上眼睛贴着你心跳呼吸，而此刻地球只剩我们而已。你微笑的纯情总勾着我的心，每一秒初吻，每一秒我都想要吻你。就这样爱你爱你爱你，随时都要一起。我喜欢爱你外套味道，还有你的怀里，把我们衣服纽扣不扣，那就不用分离。美好啊爱情，我就爱这样贴近，因为你。参加中国好声音第二季吗？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咱们有什么好不好，不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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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好预兆，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咋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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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不知道不知道哦，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好预兆。太阳公公出来了，再对笑呀笑，我爱你你知不知道，曾经在我眼前却又消失不见，这是今天的地方。电影里的配乐好像你的双眼，我爱你快回到我身边。太阳公公出来了，他对我呀笑呀笑，我爱你你知不知道，曾经在我眼前却又消失不见，我不要比赛叫拜拜，电影里的你的配乐好像你
乐不会停下来。接下来是 Jolin 的一首现在他正在巡回演唱的歌，叫做我呸，你们听听看好不好。半夜一点的舞鞋浪荡睡姐妹，清晨五点的万人登山体操大会，六零年代欧洲前卫底线导演讨论会，九零年代偶像付出签名握手拥抱会，零下五十度的北极探险危机十几天，撒哈拉酷热绝对崩溃生存考验，三天两夜集体 K 歌歇斯底里的宣泄，芳香精油的放松无疑是催眠，文艺装逼乱世盛装派对，女生风如飞钻九头身材，男生弯弓射雕六块肌爱，比钱更重要的是人与血，管你小众大众我呸，管你是小清新是中风味我呸，管你是哪一类假虫我呸，我呸都呸都呸，哎哎哎，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会。台上是肯周老师，我们再给他一次掌声加尖叫好不好，谢谢。然后谢谢 NTV 最强音，谢谢 NTV 让我邀请我来表演，我们给 NTV 也掌声好不好，谢谢。星期三下午与文青男友的约会，全套文艺少女装备让他非常陶醉，星期五24小时洗衣店都海明威，网络上50个分身匿名一点都不累，文艺装逼乱世盛装派对，乱世风格飞腾就走身材，男生弯弓射雕六块鸡排，比钱更重要的是马甲线，有没有掌声，有没有尖叫，管你小众大众我呸，管你是小清新是重口味我呸，管你是哪一类甲虫我呸，我呸都呸都呸，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呸。管你原创拷贝我 play， 管你是哪一种马铃薯我配都配都 play。 哇，谢谢你们，哇，唱好多歌哦。我喝口水好不好？谢谢，我也爱你。我现在要跟大家讲，就是谢谢你们的支持，然后等了我3年多，然后现在终于出专辑了。我在今年3月30号的时候发行了我自己的专辑《日子这样就好》，然后。接下来我要唱一首我的好朋友的歌，他叫苏运莹，送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这首歌。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荡，
幻如一丝尘土，随风自由地在狂舞。我要握紧手中坚定却又飘散的勇气，我会变成巨人，踏着力气踩着梦。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大，犹如一丝潇洒随风轻飘的在狂舞。我要深埋心头双柄持，却又中小的勇气，一直往大风吹的方向走过去。吹呀吹呀我的骄傲放纵，吹呀吹不回我纯净花园，任风吹任它乱，会不灭是我尽头的展望。吹呀吹呀我赤脚不害怕，吹呀吹呀无所谓扰乱我，你看我在勇敢的微笑，你看我在勇敢的去挥手啊。风越狠我心越大，犹如一丝潇洒随风轻飘的在狂舞。我要深埋心头双柄持，却有中小的勇气，一直往大风吹的方向走过去。吹呀吹呀我的骄傲放纵，吹呀吹不回我纯净花园，任风吹任它乱，会不灭是我尽头的展望。吹呀吹呀我赤脚不害怕，吹呀吹呀无所谓扰乱我，你看我在勇敢的微笑，你看我在勇敢的去挥手啊。是你吗会给我一扇心房，让我勇敢前行？是你呀会给我一扇灯窗，让我无所畏惧。吹呀吹呀我的骄傲放纵，吹呀吹不回我纯净花园，任风吹任它乱，会不灭是我尽头的展望。吹呀吹呀我赤脚不害怕，吹呀无所谓扰乱我，你看我在勇敢的微笑，你看我在勇敢的去挥手啊。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大，我会变成巨人踏着力气踩着梦。我的最后一首歌是我专辑里面的主打歌，叫做《好不容易》，希望你们会喜欢，谢谢。有话直说，何必欲带保留？我没那么脆弱，没那么不堪触碰。我做错了什么？尴尬的笑容背后在酝酿着什么，在黑暗中摸索，满是看不清的面孔，后来选择停留在你温热的胸口，你却想要摆脱啊。好不容易我爱上你，
太多心，太贪图你给我的感情，而为什么你会如此的平静，冷得让我忘了呼吸。是爱你，我听起来特别有感觉，谢谢。因为那一支 MV 的男主角在这，啊、原来如此。你有看过那一支 MV 吗？有有，我知道是你。小杰有看过，怎么会知道？很帅，小杰你应该也很喜欢那支 MV 吧？哇，那支 MV 至今还是破千万很名曲哎、真的好好听哦。但是为什么我们的主持人紧张到麦都拿歪了？没有，我没有注意到啦。哦，对不起，然后有些东西。对，但唱歌真的很好听，而且你把那个蔡依林的歌改成完全是另一种版本了，我觉得好喜欢哦。就是希望可以改变一个不一样的版本，然后让大家听到一首歌有很多种可能。对、对。那当然了，刚刚现场的观众朋友们非常享受在你的表演。那我们今天呢，其实也有网络互动的东西。对，我们先来看一下 LED 有三立新闻网。对。那他们有些问题想要问你，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好吗？有哪些问题呢？耶、来看一下哦，有没有？我刚看到一个，棒棒的。叶秉桓可以用超强的转音唱《小幸运》吗？哇，可以吗？我好像只会一句耶，一小段，那就一句就好了，好不好？一句哦，你一句转到三分钟就好了，因为如果你不唱。不是，因为如果你不唱的话，我要唱喽！不要，不要让他唱。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那个词是什么？等一下，与你相遇，好幸运。我还是让他唱唱了。我唱到了，我唱到了。原来我们什么？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对，好，就这样一句可以吗？好，来，五六七 ，Go。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我们的曾经靠得那么近，哒哒哒哒。
的决定。我已经不知道转到哪里去了。而且对，我不会歌词，对不起。谢谢。好强哦。谢谢。好的，那不止三立新闻网，对，不止三立新闻网，我们还有我们的麦卡贝的朋友们。耶，麦卡贝上面有问题，有一些问题，我刚刚有抄了下来，就是想问一下叶秉桓，就是目前有没有挑战过最难转音的歌？有吗？最难转音的歌有没有是你觉得不太能驾驭的？对，有，就是那个健康歌，健康歌，金宝。金包银吗？所以现在是开放现场点歌的。来来来，金包银来一下，好不好？试试看哦。好。巴郎的西面，西。好厉害哦！空金的包银，我的西面打金。你唱一下，你唱一下。都难不倒，我不行，这个我不行。你不行吗？这个我会变成银包金。但是我在想，如果是儿歌，你也有办法转吗？儿歌哦，歌可以唱一下。两只老虎之类的。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眼睛，真奇怪，真奇怪。好厉害，超强的。好了，我觉得够了，够了。他已经 bonus 唱这么多歌了，对，现在要选幸运的观众朋友们，好，上来拍照了，好不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大荧幕。好，耶，帮我们选一下，好吧？怎么选？什么都有我的照片在上面。当然，因为你的 fans 帮你拍了，然后立刻上传到他们的 Facebook。帮我们选一位。谢谢。好，那我就选哪一个？有四格的那个。哦，四格的，二十一分钟前 ，Little Dream， 嗯，是吗？还有 I am Little Dream 在现场吗？有吗？举个手。有吗？有吗？我们要选下一个喽。再选一个，再选一个喽。好嘞，再选一个，他的旁边那个好了。哪一个？哪一个？上面，旁边。对，这个吗？有吗？是你吗？哪边？来，欢迎你上来，谢谢，来，耶，欢迎你上来 ，OK。那其实因为呢，叶秉桓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秀。接下来在音乐上啊，有没有想要合作的对象？哇，我超想跟很多很多很多艺人合唱的，是像很想跟莫文蔚，莫文蔚哦，谢谢。还有你们期待吗？如果有机会的话。欸、他们也很期待呀、啊。因为他是我的偶像了，其实对啊。所以女生如果是莫文蔚的话，那男生你有没有？男生哦，我想跟周杰伦。好的，来，幸运的观众朋友们已经上台了，我们先拍照。好，那现在呢，我们先让叶秉桓来跟幸运的粉丝一起来拍照，来帮我面向这里好不好？来，我们帮你们拿框框，恭喜你，来了，三、二、一。耶、yeah, yeah, ！恭喜你，恭喜你，谢谢，谢谢，这边请，这边，谢谢，谢谢。那今天呢，其实也非常非常感谢叶秉桓来到现场、跟大家一起同乐啦。对，谢谢。那我觉得啊，既然拍照片送海报这个环节呢，还是不能错过，好不好？好，我们那个，我们让我们留两份。你还要跟我们一起送吗？好，来，我们来听一下那个现场的尖叫声。哪里尖叫声比较大声，哪里就有海报哦。舞台的右手边跟左手边了，好不好？先来听右手边的。一、二、三，尖叫！有吗？有吗？是这边比较多，但是这边呢？这边的朋友，这边，一、二、三，耶！再嗨一点，再嗨一点！后面摇滚区的一二三，耶！哇，哇，你们也好厉害！好，那现在怎么办？对，那就都给好不好？你这边帮我发一张，帮我们丢一下。我要用丢的吗？对，他们会接，你们要小心哦。一二三，给，谢谢，换这边的好不好？这里。接住一二三，给那后面的摇滚区，待会我们再给他们了，没错。非常谢谢叶秉桓来到现场，谢谢你们，谢谢，拜拜，拜拜，谢谢，谢谢小王子。这边好，OK。接下来我们接下来这位厉害了，因为刚刚转音完了嘛，对，现在我们就来一个直线的大声的 rock， 好不好？视觉的感觉，对，女生的眼睛可以擦亮，为什么？因为女生的福利来了。对，如果他刚刚有说，如果现场够嗨的话，他会在现场撕裂腹肌。这样。
是失恋衣服还是失恋腹肌啊？失恋衣服让你们看腹肌。好了，只是顺便帮他宣传一下书而已啦。好了 ，OK， 好，来来来，好，马上欢迎我们的。等一下啊，怎么？但是因为呢，我觉得刚刚呢还不够那个激昂。我知道为什么了，你知道为什么？什么因为他觉得你刚刚 Q 到要穿就撕裂衣服的部分，他现在又多加一件衣服了。嗯、是吗？他一件都脱掉了，你知道吗？撕完还有第二件，他就加了另外一件就对了。但我不得不说，我跟这个人很久以前就认识了。来什么时候？干嘛？他也认识很久、啊，而且我们两个很有默契。哎、欸，我没有你久哦。干嘛一起退啊？你们？好了好了，那这一位居然认识这么久，让你来介绍好不好？对，他已经穿好他待会的衣服了。他已经准备好，所以待会大家要热情一点，也很有可能他会献出他的腹肌，好不好？让我们来欢迎我们的摇滚 rocker 杨奇玉。哎嘿嘿哎，大家好，嘿嘿嘿。大家会唱我的歌吗？真的吗？等一下不够嗨的话，我还是唱下去啊。OK 吗？吉他 OK 吗？自己还不 OK， 嘿嘿，一二三，一二三，好，第一首送给你们 ，Fight。走，向前走，别啰嗦，需
嗨，嗨，大家好，我是杨奇玉。左边这位是我吉他手彭翔，右边，第一位是小鹿。小鹿最近在做什么？最近对，之后会跟阿达有首新的单曲，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叫什么名字还可以讲吗？还不行，还不行，对，保密一下，保密一下。你跟阿达？跟阿达，你比他帅。还行啊，各有那么不一样的风格 ，you know。好，右边李泉贝斯手，帅吗？帅啊！你比较喜欢李泉还是喜欢我？啊？不行，你喜欢我也要喜欢李泉，喜欢李泉也要喜欢我啊。然后后面是我鼓手小富，他比较酷一点了。接下来，喂，下一首歌，你永远是对的。选择我不对。尖叫声，谢谢。
好，最近呢，我出了 一本，就是有点就是害羞的书，大家有预购吗？哦，刚刚有还有都记住了、哦。然后这本书呢，是我从一开始健身到现在，然后我一直秉持的一个等于说一个健身的行程，然后运动的习惯。那里面有很多的运动的方式，还有运动的姿势，然后教给大家。那希望说大家买了这本书之后，最主要呢还是要运动。对，照片就是改天再看，运动最重要。接下来下一首歌。下一首歌要去哪里？灼热，胸口执着。
有一直的陪伴，才让我更有勇气到我想要去的地方。谢谢你们每一个人陪着我从以前到现在。棒棒糖今年第十年了，对，站在这个舞台上，我想感谢很多人，我要感谢我的团员们，然后曾经带过的公司的老板们，还有一个人叫做 Andy 哥，对，谢谢他给我这个舞台让我好好表现，然后也很支持音乐，也很支持所有的新人，那希望这个场地可以一直延续下去，演唱会越办越多，然后很多歌手可以让大家来看到，对，谢谢大家。接下来下一首歌，这是最后一首歌了。太少了吗？那我改天再来嘛，好不好？啊？好了好了，我先唱完这首歌。这首歌的它是一部偶像剧的插曲，是这部偶像剧叫做《乌巴乌巴在一起》，对。哦，大家知道我在里面演什么是不是？啊？叫什么？哎，你答对了，只有一个人知道。好，接下来这首歌，全部给你。
浩然人海里，无可取代的真心。谢谢。耶！谢谢小玉的。有这种事，小玉麻烦这里请。来，杨琪。说真的，杨琪，我们今天直呼他的本名了。没有，我当然要叫他，他现在杨琪玉啊。对对。但是就是大家可以亲切一点嘛，就是哎，杨琪玉。我把我们私底下的一面呢带到台上来，我们没有什么好给你的 ，Apple 就给你了。啊，我可以不要吗？不是，我有一个疑问，腹肌呢？啊？大家有看到了吗？他有露吗？有看到吗？而且你知道刚刚 Apple 在 monitor 多近吗？假如这是 monitor， 他这样子，腹肌嘞，腹肌嘞，怎么还没？还没？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说了，如果大家很热情的话，你是会让大家看一下。我蛮喜欢今天大家的那个热情度，对。那还不腹肌一下？我跟你讲，不要露，给他没面子。哦、为什么？大家应该都很想看他健身的好成果吧？是不是很想？哎、下面女性点头如捣，没什么尖叫声啊。我有看到哦，连男生都有点头。有吗？到底要不要？要不要？大家要不要？要的话尖叫好不好？要不要？要要要！今天如果矜持一点，主持人他也太兴奋了。但好了，边露，但是有给你一点那个可以宣传一下新书。各位客官，如果今天看小弟的腹肌觉得满意的话，麻烦买一本。撕裂腹肌，撕裂腹肌，好，一二三，哇哇哇，看不到对不对？后面也要，真的没有看到，真的没有看到。那回去看重播就好了。不行啦，也拍太近了吧？快点，再一次，好了。我想问一下，你们叫这么大声，你们十八岁了没啊？应该哎，有吗？有吗？有十八岁吗？有了。你有十八岁？你有十八岁？好，有，不要怀疑人家。好了，这个环节呢，还是要选出一位幸运观众，可以跟小玉拍照。来，我们看一下后面的。刚刚有帮我们 hashtag 最强音的幸运粉丝会是谁呢？来了，你要选他，你就直接喊停。我自己选吗？对。好，一二三，右二，右二。所以是 HUL 在哪里？在现场吗？有在现场吗？有，来来这边请，来跟着我过来。恭喜你可以跟小玉拍拍立得。恭喜。这边请、哦。快来。找我，你们先聊。好。好啊好啊。那个、因为最近出了那个新书嘛，对不对？撕裂腹肌。撕裂腹肌、有没有那个现场可以教大家一些小撇步？最简单的。对，最简单的腹肌啊。要女生也可以做得到的、哦。对，女生好啊，那就是平板撑嘛，平板撑是最简单的。啊、你平板撑很难呢、欸，平板撑是吗？所以平板撑需要多长的时间？多长？如果你看你可以做多久就多久。那 Apple 来示范一下 ，Apple 来示范、啊。穿高跟鞋平板撑没看过吧？现在让大家看一下。你好在卖药、哦。粉丝来了，我们要来拍照。先拍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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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拍照。好，来先拍，来帮我们上一下，这边，帮我们面对这边好不好？谢谢，恭喜你。不要挡到光线哦，来了。一，这边哦，一二三，恭喜你，谢谢，谢谢这位粉丝，谢谢你，谢谢。那我们移一下位置好不好？我们来这边，对，我们到后面这里往这边移动一下，来。所以不会是真的要我平板撑吧？但是平板撑真的是练腹肌最好的方法是吗？平板撑就是那个直直的这个，就直接做嘛。对啊，你做啊。不用啦，算了啦，这大家知道平板撑是什么吧？知道吧？不知道。没关系，我后面没什么，我可以做。我跟你讲，不知道就去买撕裂腹肌就知道了。没错，没错，对。好。你先笑着，他笑开花。对啊，好险哦，不用做了。
那你有没有这久没有见那个小玉？有些话，有一些问题要问，是不是？对对对，怎么了吗？不用看我，你不用看我，你自己藏很多问题，你问他。我看一下有些什么问题啊？都写在上面了，对不对？我看一下。哦，还是不要问好了。怎么不要问？因为真的，因为现在是作家，又是歌手，然后又是演员。你知道事业也做很大，又有发廊，又有咖啡厅。对，其实这么多角色里面，有没有最喜欢哪一份工作？我喜欢当歌手。吓我一跳，我以为我喜欢当老板，就是坐着收钱。有歌手是他以前就一直有的一个梦想、啊。对对对，是因为其实像以前组乐团嘛、嗯，就是大学的时候组乐团，但那时候去表演。超速照相机。对对对，那个团叫超速照相机。那中间不小心跳到了一个偶像团体里面。是、嗯。那现在我竟然有机会。什么团体？什么团体？有。什么团体？一二三。对，大家都知道。那这团体可能大家比较年轻的那个女生或者男生可能没听过，因为这个团体也十年了。对，对所以你现在看着 Apple 的意思是怎么样？我们也是十年没有，不管他怎么样，他都比我早出道一年。好了，十一年，好了，丢手卡是也不需要这么生气，对啊，过分。还是跟以前一样啊，还是很漂亮。对，你也是，还是一样很帅啊。好了，没有在你们台上看你们卿卿我我的 ，OK？ 好了，今天还是非常感谢小玉来到现场、啊。对，对，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也期待小玉的新作品，好不好？谢谢，谢谢小玉，谢谢张琪。好。现在呢，看完了 R&B， 看了完了骚灵女王的表演，也看完了 Rocker 表演。接下来呢，我觉得我们要把心静下来，好好享受这段表演。因为我本人呢，非常喜欢她的声音，她的声音很厉害，带一点灵魂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听她唱歌，你会觉得好像在听她讲一个故事。没错，重点是呢，她真的很优秀。对、嗯，昨天呢，她也入围了金曲奖多项的奖项。对、嗯、对，我觉得一个新人来讲，发第一张专辑可以入围最佳新人，可以入围最佳男歌手，是非常厉害的事。事情，那待会呢，请大家把你们最热情的尖叫声给我们的柯智堂，欢迎！大家好，我是柯智堂，今天第一首歌叫《It Was Me》。It was a Tuesday morning in May, and as I woke.I saw the sun against your fair face. The answer's a lovely smile. The breeze was fresh, and throughout the garden lingered the scent of roses. It was May, and I cannot forget that we sang together.The more time passes, the more I remember. The air was fresh and the song so sweet. Oh, it was May, it was May.You sang, love of my heart, love of my heart. You're going far away, you're leaving me. And I will count the hours, when will you return? With not a sigh, I will return when the roses bloom again.It was May, and I cannot forget that we sang together. The more time passes, the more I remember. The air was fresh, and the song so sweet. Oh, it was May, it was May.You sang, love of my heart, love of my heart. You're going far away, you're leaving me.
And I will count the hours. When will you return? When not, I said I will return when the roses bloom again. And I sang, love of my heart, love of my heart, you're going far away, you're leaving me. And I will count the hours. When will you return? And you said I will return when I hear your voice again. I will return as promised when the roses bloom again. It was me. 谢谢大家。第二首歌叫做《找到我》。找到我，然后拉住我，找到我。
在最完美的生命里无意的找到我，你会在最不需要经过的麦田里面找到我，找到我或错过我，找到我然后拉住我，找到我错过我，找到我拉住我。麻烦柯志堂来我们这边请，太厉害了，对，麻烦这里请。刚第一首歌曲 It was May 嘛，那首歌其实在2013年就已经发表了，对不对？是，那时候是一个广告的配乐，对不对？是一个广告的配乐。我那时候一看到那个广告的时候就哭了，对，因为太感人了那个广告。而且其实大家一开始听到那歌曲的时候会觉得，哎，是个外国人唱，就没有是柯志堂本人所演唱的。真的，我觉得你的声音非常的像在叙说一些故事。是。那柯志堂是不是先要先调音一下，对不对？啊，对。好，那您先忙，没关系。跟大家聊一下，在去年8月的时候呢，柯志堂发行他的首张专辑《你不真的想流浪》。那其实，在昨天呢，你的伯乐建奇老师，然后也得奖了，这非常的恭喜他，恭喜，非常恭喜他。对对对，那你们回去之后有没有多聊一些有关？那个有啦，对，大家都一定会问一下。但是其实我昨天一开始就是抱着一个去参加的心态，去玩的心态。但我觉得其实非常厉害了，因为他其实建奇老师在台上的时候还有讲到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他说制作人是在对的时间把对的人放在一起，这样呢才可以让我们把好的音乐带回家。然后我觉得建奇老师就是发现了那个柯志堂的好声音跟他的创作能力，然后带给我们，大家才有机会听到，带给我们这么多好的音乐，然后可以更欣赏到他的一个歌声。对 ，Apple， 你对于刚刚他的那个歌声的磁性，你有没有觉得说哇？就觉得听他唱歌很好听，然后就很适合静下来的时候听。而且你不觉得跟他聊天的时候声音不能太高亢吗？对，因为他的，我现在都不敢太那个，你知道，太大声。不好意思，把大家情绪变得比较大。不会不会，我觉得那个心静下来的感觉很舒服。对，这种氛围，不错的。对，那其实那个在7月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讲？是。对，就是我最近会有一些巡回在 Livehouse 演出，这样子。7月16号在高雄的 R Time， 然后8月6号在台中的方舟，然后9月3号在台北的小地方。谢谢。哇哦！大家多多支持啦。对，没有错。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他的巡演的一些事项的话，可以到他的官网或是他的 Fan Page 去做查询。调音的部分 OK 了吗？是，谢谢你们。好的，那我们现在把舞台交还给柯志堂。谢谢大家，欢迎。那这首歌叫《你不真的想流浪》，这也是我发出的第一张专辑的名字，是我很喜欢一首歌。就是我觉得大家不管在什么年纪或者人生的什么阶段，可能都会有一些对未来或者生命感到不确定的时候，就是希望你们听到这首歌可以觉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是这个样子，不用觉得那么孤独。对，你不真的想流浪。常总说着喜欢漂泊，我早就看透，你其实向往着停留，但你停下时留不住美好，只好就飘啊，你飘着啊，找着自我，
想找到解答，那些谎言常说的话。想停下陪着他，你嘴上总说着喜欢寂寞，知道其实你向往这去犯错，但伤会燃烧胸口余烬的焦土，掩盖着这首歌是一个比较轻快一点的歌，对，我的歌也不是都这么难过的，对，这首歌叫做《快乐的虚无主义者》。
这不松口的气质与我，爱用我冷静的疯狂，你还想创造些什么？啊啊，你拯救我也惩罚我，啊啊，荒芜我的自由，下个日全是我会在哪存在，不习惯这么安静，还 OK 吗？好，谢谢现在现场的大家，还有在电视机前面看的大家们。那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无伤大雅的疯狂》，就是这首歌是我自己写的曲，我自己写的词，然后是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建奇老师他写的曲，所以我很喜欢一首歌。好。回家。
些都是无伤大雅的疯狂。我就是喜欢看着那样无伤大雅的疯狂，我就是放心不下那样无所畏惧的狂妄，我就是无法抛下那样让人狂喜的悲伤，我就是傻呀傻得无伤大雅。谢谢你们。好，那今天带来这些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因为我的歌通常其实刚刚主持人也说，就是大家回去的时候也许回去可以再听看我歌，你们安静在想事情的时候也许可以想到一些什么。最后一首歌叫做 Goodbye Goodnight， 就是送给大家，跟大家说个晚安，然后继续看着接下来的表演。谢谢大家今天。像是有话要说，不过一会儿又摇头，莫非这是个线索？我想我猜不透，你到底想说什么？别再用手指敲桌，我就像无处可逃的昆虫，被控制被困惑，不如说都是寂寞惹的祸，渴望安静却害怕黑夜的沉默，我们眼中暗射彼此的绝容，相爱变得好脆弱。
过一会儿又摇头，发出金刚前奏。我想我还是没搞懂，你到底想说什么？别再要手指的肉，我就像没人认领的包裹，被遗忘，不期待，被识破。都说都是寂寞惹的祸，可我安静却害怕黑夜的沉默。我们眼中反射彼此的倦容，相爱变得好脆弱。尖叫声！耶！欢迎你，这边请，来这边请。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我们的网络互动啦。对，网络互动的时间又到了。先来看我们的三立新闻网，这边请。来，麻烦请柯志涵帮我们选出一位幸运的粉丝来回答他的问题。选一个问题是吗？对，选一个问题。有没有想要回答的？平常会在哪里出没？对，好，就这个问题了。好，就那个吧。但不要太真实，好不好？就是分享一下平常都会在哪里出现比较多。我
其实我平常都会坐公车坐捷运。哦，等一下，跟大家讲一下，哪一站到哪一站？会不会问的太详细？这个就不要讲。对。那什么线的就好，什么线就好。可能信义路上。蓝线、红线。哦 ，OK， 好的。然后大家就可以今天开始狂搭红线。是，没错。好的，那我们也看一下这个麦卡贝也有问题，想要问一下柯智堂，在右边的这边帮我们选一个题目来回答。看得到吗？蓝色的吗？还是哦，黄色的。黄色下面有一个黄色的。哦，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去哪里流浪？对，哇，真的，因为这一次的名称叫做《不真的想流浪》，因为真的蛮想。去其他地方看看，之前去过泰国，有机会想要去欧洲了，那这是一个远大的目标，还蛮适合你的气质，真的很适合，很想去看看。那希望说，如果真的有机会可以去欧洲的话呢，也可以在那边做最新的创作，然后赶快带回来给我们听。是对，去到那边，我想应该会有很多灵感可以带回来的。对，那其实还有很多人，就像三立新闻网跟麦卡贝都还有问题，你有没有想要再帮我们选？就像那边有一个好了，我想大家也很想知道，如果有机会，你有没有想要跟哪一位歌手合作？如果有机会啊，有想过吗？其实我平常真的不太想这个问题，但是如果可以。现在硬想一个，如果可以跟陈奕迅合唱的话，但这个好像太那个，会有机会的，会有机会。你们两个的声音感觉会很合哎。对，因为歌王昨天也说他非常喜欢他的声音，所以我昨天听到非常开心的。那刚刚男生选雷威，要不要帮我们选一下？有没有想要合作的女歌手？女歌手。其实就是娃娃吧，因为他正式，因为其实蛮常在录音室会遇到他，但是也其实也没有真的，其实 Goodbye 刚刚那首 Goodbye Goodnight 在专辑里面，可是他有帮我唱了和音，但不太算是真的很正式的合唱，也许以后有机会跟他一起写一首歌唱给大家听，这样真的很期待你们真的合作。对，因为柯智堂有那个入围金曲嘛，除了唱歌之外，有没有想要跨足别的领域呢？拍戏啊，或是主持啊，还是我们现在让你主持一下？不要啊！现在马上就会看到很惨痛的结局。好了，今天很开心，柯智堂可以来我们最强音，也希望说未来呢可以再来我们这边表演。谢谢你们，谢谢柯智堂，谢谢这边请，这边请就可以了，谢谢。刚刚看完了三立新闻网跟麦卡贝呢，其实我们有一个多视角的这个部分，要让大家稍微认识一下。对，在网络上大家就可以看到，直接点，其实我们有下面就是可以看到侧面。右边、中间都有。对，其实我们今天的演唱会呢，除了主要的一个视角之外，在各个角落呢都有不一样的摄影机在捕捉今天演唱会。所以你等于可以看到360度，对不对？对，没有错。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视角一，视角一，从视角一可以看到谁最清楚呢？看一下。来，有拍到你的人就待会帮我们举个手。有哎，嗨 ，Hello。有一点微微的那个在楼上，在楼上，微微的那个，是的，没有错，就是为大家介绍说我们的多视角呢。如果说大家你在那个各个角度都看得到，对，你希望在不一样的角度看到你喜欢的歌手表演的话呢，你可以点选你要的一个视窗，然后来做一个观赏。是，没错。那接下来呢，这位帅气的小天王，唱跳偶像，对，他姐姐也来到了现场，对，姐姐跟大家挥挥手，好不好？姐姐站起来，姐姐站起来，跟大家挥挥手。毕竟姐姐昨天才从杜拜回来，特别为了看小乐，而且重点是姐姐好像没有跟弟弟说你会回来，对不对？有。姐姐漂不漂亮？漂亮。那接下来，我如果是姐姐的话，她婚礼我会邀请所有小乐的粉丝去现场。啊？没有啦，开玩笑。先恭喜你。真的。好，那你们的灯板都打开了吗？有吗？荧光棒举起来了吗？告诉我你们在等谁？等一下，那在开始之前，我想要训练那个听一下现场的尖叫声，够吗？一二三，很够。那等一下呢，请把你们所有的，因为最后了嘛，对，用尽你们所有的力气，然后尖叫，好吗？好，跟我一起倒数好不好？5、4、3、2、1，欢迎小乐吴思贤。我不放手，我不放手。我不放手。
颗心里距离就足够。你会回应或掉头就走，不用害怕爱得不到认可，就算过程纠结曲折，对错不是你的风格，大胆追求让它变成你的人，幸福的资格我想我该懂得，成为他的永恒，光说我爱你还不够，甜言蜜语多数是噱头，真正的恋爱无敌，只要抱你很近，可惜没距离就足够，承诺太懒惰，天长地久不过这分手，我相信恋爱无敌，只是要你的心，我会用我一举一动 make some noise。Baby
抱歉，爱情让世界有欠缺，也许很傻，但这就是我的专属。 Everybody sing还会继续表演，但是呢，在一开始大家还记不记得，我有跟大家拍了一张360度的照片？没错。待会呢，大家可以到 MTV 台湾的官网就可以找到自己，然后标注位置咯、嗯、对，但是看到自己在哪就标自己在哪。对，但是刚刚是不是有人没有拍到？所以现在再拍一张。好、欸。多少破音啊？在哪？所以大家手举起来，手举起来，你们在哪？在哪？后面都看得到。小乐的粉丝在哪里？手举起来啊！一。二三 ，OK、欸。等一下，究竟你是要为自己记录，还是为小乐的 lover 记录 ？Both，OK， 都要都要。好的，那因为今天现在也来了很多的粉丝，而且刚刚看的也非常的嗨。没错。那不然我现在就来问问我后面这些摇滚区的朋友们，你们是谁的粉丝啊？吴尊雪。你们有没有想要他的海报？想要吗？想要吗？是这个吗？那我们来问一下问题好不好？你们要想那个 Apple， 你来问一个问题好了。问一个问题呀、啊。刚刚他唱的主曲里面嘛，对不对？随便讲出两首歌。两首歌好不好？就可以了。可以吗？你们答得出来吗？可以吗？可以吗？好，谁想要谁想，一二三。好，我先看啊。好好，来。麻烦到前面来。来到前面，来到前面，来。耶、yeah, ！恭喜你答对了，来这边。恭喜你得到海报。再来一题啊！再来一题。刚、刚是我出的吗？换你出。好，那我要出今天我们最强音有一个主题，今天的主题是什么？知道吗？来喽来喽！一二三。好了，就你了啦！那么大声，叫什么？最强新势力，没错，恭喜你，恭喜你，得到海报。再一题吗？再一题，我觉得要难一点点的了。要
有点难度的，难哦、想一下下。刚第一首歌曲中间 rap 谁唱的？这题算难吗？有人知道哎、欸，来啦，怎么可能？来，你本人，我本人是谁？小杰，对，就是小杰唱，恭喜你，是你呀、啊。你现在知道？你知道啦。你现在还关注小乐的第一张专辑吗？我有关注，但我不知道那是你。哦，因为我没有在 MV 里面出现，他是我个人还没有拍 MV 啦。好啦，下次要拍个 MV， 这样才看得到，好不好？那你要当女主角吗？不要把场子搞冷。干嘛？你们两个可不可以好好的聊天？那接下来除了这一区，你还要去哪一区吗？要不要大家有想要我们去前面吗？要吗？那我们就缓缓的移动了，好不好？来来来来来，哎，谁乱丢荧光棒？来来来来，这边好了，好不好？好，那这边嘞，这边要问问题啊？还有问题吗？还有问题，还有问题，我来看一下啊。好，那讲出今天我们有五位最强新势力嘛？对。讲出其中只有一个女性的名字，好不好？是谁？但是连她的那个称号也要一起讲出来哦。OK OK， 好不好？来了，一二三 ，Apple 帮我选一下。那我选这个女生。好，来大声的喊出来。就是你，就是你，艾怡良。那她的今天给她的封号是骚骚骚。他说骚什么？3、2、1，哎，换人，好，换人，有谁知道？你知道吗？好，大声的回答。骚女王。没错，恭喜你，恭喜恭喜。还有人想要海报了吗？还有人没拿到海报吗？那边的同学也要。那边吗？你们声音够大吗？好，那个，因为待会一样是小乐的表演嘛。对。来说一下小乐这一次专辑的名字是什么，好不好？很简单，三个字而已哦。对，来了，一二三，谁？绿色衣服，绿色衣服，大声的喊出来，专辑是什么？恭喜你答对，就是捉迷藏。恭喜！当然啦，今天呢，我们最强硬的 hashtag 游戏呢还没有结束，所以请大家。把你们的照片拍下来之后呢，赶快上传到你的个人 Facebook， 就有机会得到了，好不好？记得对对对，待会最强音哦，待会还有一个名额可以跟小乐拍大拍立得哦，所以你们赶快最后的机会了，最后的机会了、啊、，OK， 小乐已经来到台上了，这边了，好不好？好，那我们就再次来欢迎我们的小乐吴思贤，谢谢，好，有，你们棒棒，谢谢。走过
起拥有那么多。如果风吹到最后，我只能是种解脱，就别说你和我不只是朋友。会唱的一起唱，好不好？我曾经汹涌人潮，寻找曾经的一角，我眼泪不敢跳，我快要受不了。
了拥抱，忘记了微笑，忘记我们曾经是那么那么样的好，我们都太骄傲，话说的太早。是谁的怀抱，是谁在哭笑，回过头是谁偷偷把眼泪擦掉，抱歉是我傻得可以，是我不好。任何能懂你开
开心的线索，一直都在，一直都在，当时的我不再明白，不再等待，不再等待，不管现在未来，决定放开手去爱。谢谢你没等的不耐烦，体谅我领悟的比较慢，就应该勇敢，还好没太晚，总算决定什么才是爱。回想每个有你的片段，有些话逐渐变得明白，这次不放手，不啰嗦，在一起好吗？表演那么久呢，终于有时间可以讲到话，但是呢，好，等一下，好吧。然后我想先谢谢在场的所有我的 lover 们，谢谢你们来，然后很开心。然后还有我的姐姐，两个都从一个从欧洲，一个从杜拜飞回来，然后就为了看我的演唱会。还有我的 daddy， 还有我的哥哥，然后。大家都在，还有薇娜姐，然后很开心看到你，还有我的好兄弟们。对，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很特别的事情，就是，这边两个座位，那我相信蕾蕾跟妈妈现在在天堂，应该也看着我的表演。那爸爸要加油，然后很开心认识你们。对，谢谢。好，接下来呢，下一首歌。先给一个提示好了，那一天呢，我有放一个影片，怎么样？你们背好了吗？有吗？那要很大声哦，大声到我爸都捂耳朵的这种，可以吗？好不好？可以哦，加油哦！奇怪，我的水怎么不见了？你也要喝啊，自己去买啊。
好，下一首歌不放手送给你们。你们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吗？哪里啊？你们知道我在哪里吗？哪里呀、啊？嗨，没有错呢。其实我们今天还是要照顾到网络收看的朋友呢，所以我们用不一样的视角让大家看一下今天的盛况。下面的朋友跟上面挥个手好不好？刚刚你们唱的非常的卖力，非常的好，好不好？但是现在目前呢，夏河西跟 Apple 嘞。我们在楼下。Hello， 我们在这里。OK， 那把摄像交给你们喽。好，没有问题。接下来。
来呢？因为毕竟粉丝都来到现场。对，你知道我们今天有送了海报，然后也有上台跟拍立得，跟偶像拍立得。但我们今天还有更特别的，是一个新的体验哦，可以很亲密的互动。就是你手上这个是什么、啊？就是 VR。我们要选出一位幸运的粉丝，看一下小乐在 VR 已经录好了短片、哦。对，看看小乐在 VR 里面做了些什么。谁想要跟小乐互动？有哪一个？你有看到这个？这个很热情，啊、黑色罩衫的这个，好不好？好来来来，请你出来，可以吗？小心哦，小心好来，那跟我们一起走到台上，好不好？来来来，请往台上走，往台前移动。其实呢，待会好来，请帮我们戴上 VR， 好不好？来。对，那在他戴 VR 的同时呢，我们待会的荧幕上也会投射出 VR 里面的影片。对，等一下，你先戴好啊，你那个三角形有没有对到中间那个 play 的点？有了，那我要再按了，三、二、一。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荧幕待会也会接上 VR 里面的画面，有吗？哦！不要后退，不要后退。你有看到吗？你有看到吗？安静，安静哦。快点上下扫描它，上每个有你的片段，快点搭在他肩上。有些话逐渐变得明白，这次不放手，不啰嗦。是呼他巴掌吗？对，是呼他巴掌。在一起好吗？他走了。不要走。Yeah! 恭喜你。拿下来，意犹未尽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有靠你很近的感觉？你觉得怎么样？有什么感想？很帅，很帅而已吗？他刚刚是不是靠你很近？对，你有他刚刚对你唱了什么歌？放手去爱。所以有开心吗？但 VR 还是要还给我们。所以刚刚被壁咚的感觉是什么？对。哎、欸，又不是你们被壁咚。只有帅是不是？哎、欸，如果真的小乐壁咚你，你会很开心吗？会吓到吧。会吓到，好吧？那原本想说就真的给你壁咚，但你说吓到，那我们就没办法了。就没办法喽。他等下是不是呼我一拳？那么冷静，他是不是呼我一拳？好了，谢谢你，谢谢你体验我们的 VR， 谢谢你，谢谢。这好的，那接下来刚刚还有谁还没有拿到海报？哪里？我们要来送海报喽。好，来，我们往前一点点，好不好？来 ，Apple 帮我问一个问题，好不好？好，我要问的。我们这边的还没有那个拿到海报。很简单。好来，就是刚刚在 VR 的影片中，小乐对粉丝做了一个什么动作？两个字的，先放下，不要急。谁哦？来哦。不要急，一、三，好，你答对了。什么？大声一点，大声！一、二、三，没错，就是壁咚。哎、欸，其实啊，我今天有看过那个 VR，、然后呢，因为如果小乐如果没有走的话，然后他壁咚，我就把 VR 拿下来，然后这样我这样很靠近他，你觉得我会被揍一拳吗？会直接、哦。真的假的？还好我没有做这件事情。直接会 send 出一破。那如果是小乐壁咚你会怎么样？他敢壁咚我？好可怕，师姐的气场都出来了。想壁咚师姐？还有谁想拿海报的？还有哪里？好，因为呢，待会也是非常动感的歌，好不好？所以我想要听一下哪里的尖叫声比较大声喽，来喽，一、二、三。哦，楼上的吗？楼上的吗？哎，等下我们这边的还没有给，先给。哎，来了，一、二、三。好，这边啦，因为还有哪里？还有哪里？那边比较边边角角的。这边吗？一、二、三。好，接下来好了，楼上。我想要听一下楼上的尖叫声，一二三，楼下的一二三。好，接下来呢，哇，这个主曲不得了了，哇，亚洲最强主曲，你们有没有很期待？那我们就直接来了，欢迎我们的小乐吴思贤。Wow.
적 없어 홀로였던 내게 살아 따위 벌써 애지든지 어울해 저 시간 속에 이상은 못 듣겠어 해망쳐 사랑 노래 넌 하나나 그저 길들여진 대로 가본 속에 놀아나는 슬픈 위에로 난 멀리 와버렸어 I'm coming on 이제 다시 돌아갈래 어린 적 제자리도 到底 ，shake it shake it， 快点！所有的人，待会你们一定要 shake it 好不好？因为等一下他有一首新歌，他会首次的演唱，你们知道是哪一首歌吗？什么歌？他们刚刚是有拿到我们的手卡，是不是？不然他们怎么会知道？对，好可怕！你的 shake it 好可怕啊！而且为什么他们要小乐要选你的歌来跳啊？
对啊，但对啊，我刚刚有在后台稍微教他了一下。真的，而且这样小乐好可爱哦、喔。哎、欸，你也笑太大声了吧？对啊，哎、欸，你也笑太大声了吧。姐姐觉得这样很可爱。姐姐可以 shake 一下吗？ 5, 6, 7, 8, shake it, I'll shake it。现在这一段完全等小乐擦完汗呐、啊哦。对，因为呢，刚刚呢在台下就是我非常的疯狂。你跟着跳吧，大跳吧。大跳啊！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幕后花絮，跳到差点脚扭到，差点走不上来。因为歌太临时，因为你没有听过他表演的歌曲嘛。对。嗯，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来送海报？送一下海报好不好？好。直接来，直接送了好不好？好来，小杰帮我们送一下，因为小杰刚刚在二楼嘛。好的。哪一边？照顾一下后面的朋友。还有哪里？还有没有？还有还有。哪里？哪里？哪里？还有海报。好了，好的。Shake 完之后，现在你们自己喊出你们偶像的名字，好不好？没错。接下来我们欢迎谁？欢迎，欢迎。讲话一下，对，
景哥，我今天的演唱会呢，还是要特别感谢一下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的大力推广，非常感谢，感谢你们。对，那接下来呢，因为小乐呢还没有选出幸运的粉丝，对对，来我们来看一下哦，拍立得的，麻烦帮我们选出一位幸运的粉丝，选到了就可以跟小乐拍拍立得、哦，我们的压轴拍立得，谁想拍？选一个。我这样要怎么选？随便选，你就喊停就停。对，那好啊，停停，谁？哪一个？那你们这四个帮我选一个。好，你选一下。那我选好了，我喜欢左下、那个。我也是喜欢左下那个。YU 那个。You 在哪边？恭喜你，上来，重新上来，直接上来，来吧，恭喜你，没错，可以跟小乐一起拍立得。还行吗，小乐？可以，这边请。OK， 来，算是我体力的极限了。所以你觉得今天的表现有满意吗？因为你已经准备了很久，对不对？对，当然，来，我们先拍照，先拍照。来，要帮我们看斜一点，这边。来啊，一二三。耶、yeah, ！恭喜你，恭喜你！谢谢，好的，谢谢。刚刚小乐说什么呢？对，今天的表演、就是准备了也一阵子了，因为刚好又在宣传，所以其实时间很紧迫。那不过还是蛮开心的，因为本来心里踏上舞台的前一刻就想说，不管表演怎么样，今天完之后至少我可以先放假一下。有吗？可以放假吗？没有，对我来说好像只要。可以放松了，对，可以放松，宣传没有压力啊。对，可是，感觉这种演唱会是还是会有一点压力。但我相信你接下来的校园以及所有的宣传是马不停蹄的，对不对？对，就是。所以说，我觉得休息的部分先不要想了，好不好？大家好好保重身体啦。对啊，因为感冒了，身体要顾。是没错，那因为刚刚看小乐那么精彩表演啊，但是小乐你现在也太放松了吧？你刚眼神在放电，但你现在在漏电，就是刚刚很认真在正经忙，但是对，为什么怎么可以放松的这么快？不是啊，刚刚你知道眼神一直维持在那个状态，其实是一件很累的事情。对，那我知道了，下一次某些 part 戴墨镜。我之前有想过要戴墨镜，但那个哎，尼哥不见了，是因为墨镜都被他没收了、哦，对是是，都被他拿走了啦。哎，他不准我们戴啊。OK， 好的，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今天小乐的表演，你们觉得怎么样？其实太小声了，再来。那其实呢，今天非常的开心，因为连小乐的家人也来到了现场。对，谢谢小乐的小乐家人，谢谢。对，有家人的那个支柱是最重要的。那之后呢，大家还是要持续我们 NTV 的节目啦。那之后我们的最强演唱会，我们七月见。七月见，拜拜。七月见哦，大家。拜拜 ，OK。然后呢，最重要，再次感谢一下我们的合作单位，是我们的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大力的支持我们，谢谢你们。没错，也感谢三立，以及感谢 NTV。对我们 NTV 最强演唱会不止在现场啊，其实我们在三立新闻网，我们还有多视角可以观看哦。对，然后也记得大家如果下次来的话，记得跟偶像近距离的接触，就要记得 #hashtag 我们的最强音。是没错，那我们最强演唱会，我们就七月见喽，拜拜，谢谢，拜拜，大家回家小心喽。